我带朋友来了，这次要三碗小面，加辣的。所以说，早餐来一碗热辣滚烫的小面，是真让人身心畅快。漂泊者吃得惯吗？白芷似乎把自己锁在研究院了，说是自打昨天就没出来过，看来得把那些数据资料研究透了，才能见到他了。哦，不对，漂泊者可能是特例，毕竟是数据样本来源之一，说不定绑在研究院门口。往外扯扯，能把华西研究院所有人成串调出来。最前头就是白芷，开口第一句就是问漂泊者情况，是吧是吧？下次有急事就出动漂泊者。对了，昨不是说唐王和日晷都有眉目了，现在就剩奇怪的树叶跟一点也不奇怪的莽集市，没想到顺路一趟研究院就解决了俩。该说漂泊者太聪明，还是令尹确实没打算为难人。漂泊者下一步打算怎么办？莽集市的话，不远处的市集就有在贩卖出售，去问问看，或许有什么线索。莽集市并非荆州本土的水果，应当是通过港口运输到荆州城内的，或是先从源头寻起。漂泊者是认为接下来的信物一定是引导出城的吗？通行权限也是一种提示，城内并没有什么关口，除却边庭外是用不着什么通行权限的，除非一定要出城。这也能联系起来想到，也太厉害了吧。啊，不过出城的话我就没法再跟着了，怕耽误了执行时间。杨洋要保护好漂泊者，有啥事报个信报个平安。好好，我相信漂泊者。我会的。洋洋，你听到了吗？那个方向是夜归军用于备战训练的训练营吧？没有赤霞你说的那么夸张了。负责训练夜归新兵的炎炎教官确实比较严格，不过如果是漂泊者的话，大概那位教官也挑不出什么毛病吧。新人要来练练手吗？必要的训练能让你保持头脑清醒，记住，你的敌人可不会给你犯错的机会。城门的戒备和防御都增强了，回城那时并没有这种阵仗。再往外走就出城了，除非有通行权限，现在北洛野方向不允许通行了。你这小道士，这城门岗已经换了几轮，你怎么还守在这儿？您是昨天中午守城的军士，有幸再会。小道士共鸣者，自小习武，有一定自保能力，想要出城寻人。小道答应了失踪者的爷爷，必须寻回他，恳请二位军士通融。尽管你是共鸣者，但现在我们也不能让你过去，请见谅。明明城内一切运作正常，前线战士已经紧张到这个程度了吗？正是为了让城内百姓能安心，才有必要做到这个地步。况且纪言将军就带着兵在北洛野，战场危险是危险，有纪言将军在，他会看好每一个兵的。我们早将你的情况上报了，你大可以舒舒服服在城内等通知，又何必在这跟我们风吹雨淋苦苦相求。
小道也已向巡宁所投了案，各种方法也有尝试，应了他人的事，理应尽力而为。小道明白军事难处，小道并不欲军事为难，若是小道在这儿打扰到两位军士，小道可隐蔽身形，退往五丈开外，百丈外亦可。但以小道目力，千丈之外堪堪看清。军行集结也没有准信，就算你在这等着，也不一定能在这儿等到叶归军回来，回来也不一定找得到你要找的人。而前线危险，路途遥远，要等出去的机会，那通行权限也不会从天而降凭空出现啊。权限何时无误？两人同行是吗？少侠大意，小道见心，先谢过二位少侠。两位军士，小道如此行事是否有碍？这出示的权限等级显示是最高级别，在流程上是可以的。这个权限等级带兵出城都可以了。是。也就是说，小道长想前往荒石高地的夜归营地寻找退役军士的亲人。泱泱姑娘说的是。通过搜集的信息，小道得出宗叶爷爷的孙儿极有可能在荒石高地，而幸好遇到两位，现在方能出城。嗯，小道明白。你们是军人吗？怎么会这个时候在这里？前面就是残像朝的后方战场了。我是夜归军下的踏白成员，泱泱。寻人致远，你找的这个人是个普通人对吧？不是共鸣者。是，军事是曾见过。他人可还平安？是见过一面，他不是在异业归军对吧？他似乎一直很想参军，好像从去年起就偷偷跟在夜归行军队伍后面，赶也赶不走。后来应该是被福伯英的军需官带走了。如果他现在不在城内的话，应当是在前方福伯英的驻扎点，再远了去就是前方战场了。夜归是不会允许非军役的人以身犯险的。啊，谢谢军师。如果你们是往那个方向去的话，我有事想请踏白的同僚相助。在你们去的路上，我们有两个附近的侦察塔失联了，可以拜托去看看是什么情况吗？啊，明白了。我把侦察塔的坐标发到你的终端上。
面便是侦察信标了，怎会围着那么多人？看起来不是军人。请问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呢？这儿离战场很近，很危险的。啊，我们没干什么，我们这不是南下进城呢。请问这个侦察塔？大家快跑！哥，我走不动了，太饿了。别抓我们，我们实在没办法了才偷东西的。你们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？这不是现在北边战事紧张吗？我们这些人没有物资，实在活不下去了。想来想去，还是打算回城过活。我们只是太久没吃东西了，身上的钱也用完了，很多人饿得都快要走不动路了。我们路过这儿，正好看到这里有些值钱设备，军队都去打仗了，现在这里也没什么人，所以才想趁机偷点东西去换钱。侦察塔的损坏可能会让这个方位突然出现残像潮入侵，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如果真的发生了这种事情，前线将士们将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。我们管不了那么多，要是不偷，残像潮还没来呢，我们就先饿死在这儿了。不可窃取公物，请把零件还回去。这里到荆州城还有一段距离，我这儿有锅盔，给你们吃吧。这饼你拿着吧，那这还有一些吃的，还有这些钱你们也拿着，这些应该足够你们走到荆州城了。这些都给我们？谢谢谢谢。你们别抢，别光顾着吃了，快来谢谢恩人啊。师父说过，常善救人，故无弃人，所以不必客气。小心！不长眼，还是块硬骨头。小道好心相救，你为什么还要伤人？我们这么多人，你给的这点东西可不够。识相的话，就把你们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和食物全部拿出来。我们也不想欺负你们三个年轻人，所以爹听，我们认输，我们错了，别打了，真倒霉。我已经给了你们食物与钱，为什么还要抢劫？难道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些人，你们还有其他同伴吗？看装扮和身手，你们应该不是普通百姓吧？谁说我们不是普通百姓？我们是啊，只不过这前段时间刚刚成为流放者而已。本来是想出城躲开巡卫抓捕，谁能想到北边战事这么快就严重起来了？我们在营地里人还没认熟呢，老大的家底就被掏空了。我们想了想，还是回城算了。我们走到半路，粮食和钱确实不够了，这才打起偷东西的主意的。要不是赶上军营这边没人，我们也不敢来偷军队的零件啊。对了，既然你们好心，不如再多给我们些盘缠吧。你看我们这么多人，现在又负伤一批，这点东西真的不够用啊。抱歉，刚才给的物资应该已经足够大家到荆州城了，即使有这么多人也有所富裕。小道曾近身下山，知道一个人存活于世行至荆州需要多少物资。嘿，
你这丫头怎么回事？多给点怎么了？我看你们也不缺呀。贪欲多苦，知足者富。小道刚才所施，只是为了你们可以顺利进城。不是，小姑娘你不知道，现在这时节钱也不好赚，我们要是进城找不来活，那可难办呢。小道也是从山上而来，一路行至荆州，小道愚钝，事事半知不解，亦能在荆州得一口饭吃，诸位明明各有能耐，为何不行？若是入城后确实找不着活计，可以到六县茶馆寻小道，小道明剑心，可以同诸位一起找活做活。这好吧好吧，我们不要就是了。我们走，快走，我可不想再听这个小道士的说教了。小道并非、算了、请等一等，灵剑留下。哎，记性真好。你给都在这儿了。你们只破坏了这一个侦察塔吗？是啊，刚偷第一个就被你们撞见了。但那边的侦察塔，那可不关我们的事啊，那个看起来早就坏了，而且周围还有好多荆棘，我们想过去也过不去啊。好，我们知道了，夜归的后方营地也不远了。漂泊者，剑心小道长，我们可以把这……居然真是被荆棘挡住了，甚是奇怪。我们先想办，居然真是被荆棘。居然真是被荆棘挡住了，甚是奇怪。我们先想办法把它们清除掉吧，然后再修好，应该就没问题了。只是这荆棘着。只是这荆棘着实难以靠近，不如先找找看周围有没有什么能利用的东西。小道长，你还好吗？啊，这是我第一次上战场，这里和城里的氛围完全不一样。我知道今天来过一批物资，我已经清点过了，不够，还不够，你再去联系下城里，让他们尽快补送些过来。可是审批还得让城里人加急办，这里争分夺秒，慢一秒钟都有可能拖垮前线，他们心里还没数吗？给你清单，实在不行让他们直接联系我。去吧，快去，动作快，动作快，这些物资怎么还没搬完？怎么还有人来？你们也是来支援的吗？等等，你们不是夜归军吧？我是夜归军下踏白成员泱泱，这两位是？不好意思，稍等，
小心，这箱子里都是药物，一会儿伤员下来要是没得用药，我看你还能不能在营里待下去。请拿轻放啊。踏白啊，是支援人员对吧？这里马上会有一批前线伤员回来，正好。不好意思，我有一个通讯要接。是我，怎么了？有共鸣者超频了。好好，马上转移。麻烦了麻烦了。那个，你们先过来，现在伤员已经在往下运输了，他们需要有人接应，但是我现在要去处理超频共鸣者的事情，所以能麻烦你们接应一下伤员吗？啊，需要我们具体做什么吗？你们只需要保证他们下来之后的安全就可以了，治疗的工作交给医护人员就好，谢谢了。原来军队里这么忙碌，看起来他们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。物资、医疗、维修、人员、后勤，只有他们在繁忙中有条不紊，才能更好地支撑前线。原来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战争是这样的，我竟然从来都不知道局势如此严峻。其实大部分人都是接触不到这些景象的，所以不知道才是常态。我想这也是军队想要看到的，他们想让人们能够无忧无虑的生活，而不是每个人都活得忧心忡忡，担惊受怕。你还好吗？不用，我就是感觉有点呼吸。没事没事，我去寻一下医护人员。我说了这点小伤不用下来，放我回去。请冷静一下，你的伤口还没止血。这点血算什么？少条胳膊也拦不住，我没有逞强，我的共鸣能力是可以自行愈合伤口的，只不过这次慢了点而已。这些医疗支持去给更需要的人吧。别动了，我们的检测不会出错的，来了就安心待着。你们帮我摁好他。好。谢谢你们的帮忙，累了吧？快来歇一会儿。他们看起来伤得挺重的。别担心，都已经做了妥善处理和治疗，他们会慢慢恢复的。自从纪言将军改制并成立了夜归军，伤员状况已经不像几十年前那样触目惊心了。听前辈们说，以前军队里还有很多普通人，那时候的战场空气里凝聚的血腥味连大雨都无法洗刷，相比于那种惨状，现在已经好过太多。这些伤口背后可是他们击溃了成千上万只凶猛残象的证明，能进夜归军的共鸣者哪一个不是以一敌百，伤到这种程度下来的人击杀数绝对不低于这个数。助国救民，普济群生，这些将士做到了，相较而言，小道所作所为原来还远远不够。也不要这么说嘛，要不是你们在，我们也不可能这么快处理完。现在伤员都稳定的差不多了，如果你们还有事的话可以先去忙。多有叨扰，小道来此是想找一下军需官。军需官不在这儿，他在军营上部，现在应该正在指挥军需发放，你们要找他的话从那架电梯上去就行。漂泊者，那我们这是些道馆里的食补方子，或许会对伤员恢复有帮助，请收下吧。啊、嗯、啊，好啊，谢谢了。Thank you.
库存确认了吗？备件清单呢？尽快把耗材统计好，通讯路线也要检查。来，小月，把这份清单帮我送到上部阿瑟那边去。不是小月啊，小月呢？你有什么事吗？叨扰了，我是夜归军属下踏白成员，这是漂泊者和来寻人的剑心小道长。荆州是黄龙的关口，荒石高地则是荆州的第二道关口，若是这里的关口有失守的风险，可就远远不只是荆州的事了。残像不是人类，可不讲谈判休战那一套，只要残像还存在一日，战争就不会停止。而面对不休不止的战争，补给对于军队而言就是最重要的血液，我的工作就是为军队输血，现在正是缺血。是，那小道先行离去寻人，晚点来找漂泊者妖阳姑娘会合。你干什么？哦，这我错了眼，还以为你掏出了榴弹。这是莽击式，是一种旧式武器，悲鸣带来的巨大影响让整个世界都出现了科技倒退、资源短缺的问题。虽然那时已经研发出了一部分黑石武器，但人们对黑石的认知还并不全面，也因此造出了许多新旧结合的不稳定产物，榴弹也是其中之一。但如今黑石武器进展迅速，而军队改制规范，已经很少能见到这种武器了。这并非荆州本地的水果，需要从外进口，多以水运。最近残像潮频发，优先保障城内生活物资，这类水果得等北洛野前线捷报。现在仅开放水运路线，由荆州城以南的怨鸟泽滚潮港运输入口，由夜归调配伏波军士护送进城。再有的话，这种水果保鲜时间短，还有形似榴弹易于混淆的问题，一般不会作为军用补给，是一种旧式武器，虽然那时榴弹也是其中之一。剑心小道长可寻到所要寻之人？是，小道已寻到支援小兄弟，接下来打算随伏波运送物资的队伍返回城内，先去与宗叶爷爷报个平安。志远本心淳朴，因受宗叶爷爷的影响，对亲身行军作战有了执念，一直想出自己的一份力量。我与漂泊者泱泱姑娘一路行来所见所闻，此时此刻不远处的前方应该远比我们这一路所看到的景象都……这些世间百态由战而生。荣父师父之前告诉过我，上士得道于三军，中士得道于都市，下士得道于山林。志远之心所想，小道并非完全无法体会，但志远认为从军夜归，那些严苛的训练考试并无必要，也不应该区分普通人与共鸣者。他在战场亦有自己能做之事，能对抗之敌。小道觉得志远所说亦有其理所在，小道无法说服，于是小道想起师父处事，在小道每行一事时，师父都要让我过一关，与师父切磋。小道并非想要志远平白挨一顿打，师父常通过招式切磋告诉小道道理，小道亦有所得。此次切磋，漂泊者认为我是赢，还挫其锐，解其分，和其光，同其尘，确实如此。小道承诺不以异能取胜，但志远尚不能接取一招。在落败后，志远了悟到残像非人，而自己尚无自保之力，只是空谈上阵杀敌。军营中却有自己可做之事，但不过是自欺欺人。小道听闻漂泊者与泱泱还有需要处理之事，若是漂泊者泱泱姑娘之后得空，可来六县茶馆一叙。有缘遇见两位，甚幸之。遇到剑心小道长应当是意外，如果莽击是指向的是战争，青令营想要说的究竟是什么呢？漂泊者想到了什么？我觉得
漂泊者是认为莽吉士指向荆州现在的战事情况，指向纪言将军吗？上士在战场后方，风中就已经充满了肃杀的气息，紧张不安，戍边的将士们。刚才怎么了？有哪里不舒服吗？你吓了我一跳，刚才突然呆呆的愣在原地，怎么跟你说话都没反应？你看见什么了？我的视野似乎变成了残像的视角，看见了北落野的情景。你描述的那个男人，率军的青龙，聚气吞四野，凌越万军之势，那正是夜归的旌旗，也是独属于夜归军将领纪言的象征。而就在不远处的战场前线上，纪言正率领千军万马抵御残像潮。
会这么巧吗？我们来到战场附近，正巧镇戍军将领正率军冲锋陷阵，又凑巧正是此刻，你跨越了空间，感知到了不远处的战场景象。这场战事本身便是某种异动的征兆，从北洛野传来的流息比以往所有时候都更加压抑力漂泊者，此时此刻的战场上一定存在某种东西与你有着暂不明了的关联。我没感应到任何声音的频率。漂泊者，之前白芷说过树叶有残像频率波动，最后一件信物树叶指向的方向在那儿，那是中曲台地奇池村。